再来看来自新西兰海关方面的一条资讯，在新西兰海关使用的 SmartGate 系统的人数已经突破了600万人。SmartGate 系统呢，也就是自动旅客处理系统，是在2009年推出的。这套系统能加快护照检查过程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目前几乎70%人都能使用它。新西兰海关业务部的经理保罗·坎贝尔说，现在新西兰海关每个星期大约有5万人次使用 SmartGate 系统。他表示，海关将提高 SmartGate 系统的使用率，以便改善乘客的通关速度。